我也可以吗？怎么嘞？ OK， stand by， 1 2 3 4 action。 OK， 没有你我也可以。没有东西的吃了，还在家宅在等。来啊 ，stand by， OK 啊。用力他们呐哟，你做你的啦。还是不要这样做人，我又不害羞了。好啦，这么少，算什么啦？收工了，收，收了。你可知道，希望在明天。明天并非路完结。马来西亚所谓前景接人物。加入唱片歌星行列，他就是警长歌王方潮林。我从海边走过。方潮林，高行领唱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，首张个人大碟《铁汉柔情》，主打好歌《希望在明天》，海边，风说你要来，满长飞，舞台。星梦泪痕等等好歌，由华华唱片出版，辉煌唱片全面发行。想起了一首情歌，那潮水迷惑着我，把爱的歌声失落。你曾问我。是什么？只怪当时不了解，是你关心我。穿上了新衣裳，打扮的秋模样。你看我美不美？你看我美不美？我相信你会赞美，你会赞美，你会赞美。青春靓女来自于你歌舞小天后邱小妹 Vivian Chu 最新专辑全面上市，主打好歌《你看我美不美》由马来西亚词曲顶尖人物田明老师量身定做。邱小妹新专辑收录的歌曲包括由网络好歌《兄弟抱一下》，唱片制作人郑雅华也交出了《没有你我也可以》，活跃舞台动感歌曲《热情的沙漠》，奔跑游龙恰恰，邱小妹温馨的唱出感恩的心，千言万语等等好歌，华华唱片出版，由辉煌唱片全面发行，欢迎歌友们购买。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
华华唱片娱乐制作诚意推荐，风声再起，锋芒毕露，中国实力唱将曹峰第二张专辑《天亮了，妈妈回家》，哭过，笑过，爱过，感恩的心，首首是好歌，欢迎聆听试赏。热门卡拉 OK 点播选唱歌曲，现在市场热爆售卖。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，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，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，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，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。你不要离开，不要伤害，我看到爸爸妈妈就真走远，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，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。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，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了，印尼丹佣槟榔，印尼歌舞小天后邱小妹，超凡魅力舞动全程，领航高唱网络新歌《我的世界只有你》。我的世界只有一个你，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你。邱小妹最新专辑全面上市，欢迎歌友们购买。收录歌曲包括有吴奇版的《我相信》、《彩虹铃》、《恼人的秋风》、《恋曲一九九零》，同时音乐人田明老师交出两首填词新歌，请告诉我 OK， 两个人一个心。邱小妹同时献给喜爱经典歌的歌友们《风雨无阻》、《难道这是我的错》、《可怜的落魄人》等等好歌，由郑雅华精心制作，华华唱片出版，辉煌唱片全面发行。就不要不在乎，不愿让你看见我的相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，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。打开录音机听听操纵歌，只会觉得烦恼多。华华唱片旗下精英歌手，拥有着模特高挑身材的陈雪婷，荣获担任大马大爱亲善大使，同时获得歌友们的热烈支持厚爱，推出婷你超群好歌曲《对不起全是我的错》、《悄悄喜欢你》、《诺言》、《老大》、《有一种爱叫放手》、《新鸳鸯蝴蝶梦》、《别问我是谁》、《为什么春天要迟到》、《新婚快乐》、《恰是你的温柔》等等好歌。陈雪婷婷你超群经已面世，欢迎歌友们购买，绝对让你好看，绝对让你好听。陈雪婷婷艺超群 MV CD DVD 华华唱片出版，辉煌唱片新马全面发行。玫瑰花茉莉花，问我喜欢什么花，当然是你这朵我心中的花。情是大爱是吗，又叫我就对你傻，因为你一直是我的牵挂。你是我的老大，我去听你的话，我准时做饭等你回家。你真是个大傻瓜，不知道比我是真还是假。彩虹唱片首曝打造北马动感靓女周丽婷，推出个人 MV 专辑，来自北马青春靓女周丽婷带着首张专辑《真的是个大傻瓜》，原创恰恰新歌《勇闯缤纷色彩乐坛》。从小爱唱歌的周丽婷，在妈妈爱听歌的音乐世界里
兜兜转转登上槟城家乡庙会歌台，跨出了一步，让他更加喜爱唱歌。首张专辑真的是个大傻瓜，原创恰恰新歌，收录拍摄歌曲包括有吴绮的大喜咒、让我欢喜让我忧、明天、雨中寂静、一只小雨伞、三夜里的小雨、外婆的澎湖湾、今天不回家、情人桥、爱情长跑、谢谢你的爱等等好歌。彩虹唱片首炮打造北马动感靓女周丽婷，绝对让你听出好声音，由彩虹唱片出版，辉煌唱片全面发行。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，就像正在浏览一幅画，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，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，昨夜风也翩翩飘落在水面，今夜绵绵细雨激起我相思万千，难忘难忘
来自中国北京网络歌手柴心如，脱胎换骨，全新感觉，新影视唱腔演绎网络超强话题好歌《念你》，柴心如亲身提笔填词新作品《人生如梦》，市场热门经典好歌《只要为你活一天》，《朋友别哭》，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《朋友》汇集了中国经典名曲《好好爱爱我》，《月之故乡》，《手心的温柔》，《美了美了》，《常回家看看》。随专辑赠送佛曲大悲咒及伴唱音乐，汇聚群众，慈悲为怀，献送爱心。华华唱片娱乐制作出版，郑雅华精心制作拍摄，琼烈音乐老师全新编曲，辉煌唱片有限公司、新加坡韵乐影音私人有限公司全力发行。爸爸掌落了一桌好饭，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，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总操心只盼个平平安安。全新创设歌唱录音，对爱唱歌的朋友是项好消息，我们提供您专业的录音效果，收费公道，欢迎光临 K 歌之王录音工作室，录制个人专辑，拍摄个人 MV， 制成卡拉 OK 伴唱版，只需花少许时间完成个人梦想，让您美妙动人歌声及倩影留下深刻记忆，诚意夺身为您打造绝对好听，绝对精致。K 歌录音室服务范围包括了录音室租用、录音制作、个人 K 歌拍摄制作、卡拉 OK 录制拍摄、个人歌唱培训。欢迎即刻拨电联系郑雅华 Robert Day， 03-4294-9133 016-222-1198。那些火会在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划向你的心海。春去春回来，那些火会再开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划向你的心海。